俊生，啊，你今日叫我穿较正式的，你是要带我去倒啊？商总妇女会。什么？商总妇女会？我不爱去啦。为什么？你嘛不是不知影，商总妇女会嘛是主席呢。啊，伊进前嘛无带我参加，咱今嘛无甲伊讲一声就走来，安尼敢好啊？那也唔好，你今嘛是富贵集团的当属顶夫人。你来商总妇女会认识一挂人，啊，你有啥物唔对？你放心啦，我相信妈也知影，伊嘛无啥物话好讲。你敢敢保证？你放心，我伫咧顶面讲。俊生，看你遮尔啊重视我，我就知影你对我上好啊。董事长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小舅，你马来啊！雪琴，国董事长，你好，尤夫人你好，雪琴，你哪会马来参加商总妇女会啊？我是朋友介绍的，真正想不到伊只拄到你。哦，那不是俊生硬拖我来，我才无想要来家。我当处长哦，真正足贴补的哦。佳佳早就是有综合病院当处，即卖又阁是富贵集团的当处长夫人，自然是应该来遮结识一寡朋友才对啊。我当处长安尼讲无唔对，今仔日有过来建设公司，还佮有报会公司的贵妇名媛，我介绍恁认识。啊，甲恁介绍一个，这是富贵集团的我当处长，还佮伊的夫人刘佳佳。这是和旺建设的蔡董事长夫人，这是新城百货的范夫人。原来你就是富贵集团新董事长夫人，今日总算有机会认识你啊！您好，夫人，你好，夫人，你好，你好，阿仔啊。俊生，佳佳，你哪一下？我妈，你别记得啊！今仔日是咱两个工会的大日子啊！什么大日子？我哪不知影？你不是讲要伫咧今仔日向大家宣布，把妇女会主席这个位交给佳佳来做？毕竟，今麦富贵集团的董事长夫人是佳佳，而且嘛，你嘛早就想要退休，好去享受人生啦。佳佳，恭喜你！你今麦是商总妇女会的主席啊！无啦无啦，我无想要做主席啦，而且我惊我家己做无好。你放心啦，啊，阮大家拢会甲你斗相共啊。对啊，佳佳，你放心啦，放心。俊生，各位，阮妈担任主席这段时间做出真侪贡献，伊嘛真辛苦啊，所以希望大家会当回一挂掌声，感谢伊的付出，好不？咱昨下电话时阵，奈无听你咧讲这，无想到今日你竟然决定要辞掉主席的位。歹势，我嘛是不得已的。毕竟阮先生破病啊，我一定爱加用一寡精神甲照顾。以后无遐尼侪时间会用参加妇女会活动。所以主席的位置就交予佳佳，拜托您啦，请您大家以后多多给照顾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佳佳，你去大家身躯边哦，讲几句话，感谢伊甲为娘好你。
唔知影你早就甲俊生有共款的意思啊，无怪俊生哦，今仔日硬要拖我来参加这个妇女会。多谢妈，多谢你愿意栽培我，我一定打拼做好，绝对袂让你失望。小佳，妈对你有信心，而且有准生一个，我相信你一定有法度甲妇女会经营甲足好。妈，太衰啦！真正拢是我误会你啊，想袂到你这尔啊疼惜我，多谢妈。我你这话什么意思？连跟我参详一句都无，都大主大义，直接跟我妇女会主席位置搬掉。我敢讲我要退休？妈，我若是跟你参详，你敢有可能会答应？所以你的意思是，用软的袂用的，就直接搬的。你安尼过桥拆桥吧，敢有把我这妈妈看在眼内？你是真真可恶你！妈，我都已经不是囡仔，你莫卡袂着就要跑我啦。何况我安尼做是为你好呢？为我好，这种话你讲会出嘴。正常你着叫我以后较莫伫咧饭店出入，真嘛？你连妇女会主席你都唔叫我做，我问你，你是直接想要甲我把死伫厝内是？我甲你留踮厝内底，这嘛是为着大家好啊。你家己想看卖咧，过几个月，小千巴肚内囡仔就要生啊。这囡仔若生落来，你家己嘛知影，要顾一个囡仔偌忝咧。小千伊家己一个人，根本就无闲袂去啊。你这做外妈，你应该家己斗三工啊。你无应该浪费时间伫外面甲人交际应酬，这款工课顾只只去就好啊。好啊，唔能讲这好听话。你做这侪代志，目的就是为着要哄我，敢不是？妈，你讲哄啊，你就伤歹听啦。你会当换一个另外一个角度想啊，这是最后生对你的关心，是希望让你踮厝内人孙享受天伦之乐，过着人人欣欣退休的生活啊。我真正想袂到，我用尽心机，让你接班，换来是你处处伤病。高俊生，在你的心肝内，到底还有我这妈妈无？妈，你生我饲我，若无你，我就无今仔日啦。讲一句良心话。我真感谢你对我的付出。假使你若跟我同款，是真心为我好，你就应该听我的安排。安尼对你、对我、对大家拢好啊。假使讲，我若是无怨你，哦，恐怕你嘛无选择个余地啊。时间嘛差不多，我爱走啊！你的老家，甲你遐朋友加讲一下，老无以后，应该嘛无啥物时间甲体力甲伊见面啦。老师丢，嗯。其实买物件你交代我来就好，唔免亲身走出去。这是我宝贝早起要订的物件，我当然要自己处理啊。啊，请问跟我讲这物件是要何相的？我问伊也不讲啊。我嘛唔知呢，我听伊讲过，可能是要送给志工关怀的对象。哦，啊，对啦，今仔公司的活动布置了安怎？当初就放心，准备好势啊，时间也到，就当过去。你办代志啊，我放心。当初你唔免苦累啦。嗯。这我少年人来扣就好。
可能是啊，最近收忝收无闲啦，骨欠不多，就话跟小丁当一下好啊。当所长，你误会啊，要运动哦，嘛是爱扎啦，袂当想超过啦。什么我误会啊？你当作我是老人啊？我平常时是真注重保养，我看起来比我年纪骨减十岁。是是是，当所长阁是少年人。不过你若是想要行动力一百分，阁需要报一个。咱阁有淡薄仔时间，我带你去一个所在。这个保健食品哦，真正是袂歹，唔然有多国专利，而且哦。一天只要一小锭，迷你好吞，可以当调整体质、精神旺盛，帮助提升灵活度。只要你吃一餐猫，应该就没有今日的情形。以后就当跟晴雯同款，亲像小兔子一样灵活。这个晴雯哦，有影就爱拍拍照的呀，跟小兔子同款，拢无得停落。是啊，当所长，你为今日开始好好保养，以后。跟晴雯比赛深蹲，莫迪卡一个赢伊哦。嗯。万一我跟爸爸的比赛都无成功，那你妈妈等勇气是要等我久啊？生气，你别烦恼这么多啦。不管安怎哦，我拢会陪在你的身边。天天。多谢你，好佳哉有你伫我身躯边，啊，若无我真正不知道我是要安怎。做我囝，什么人甲我某配对成功啊？配对失败啦！你看你做我囝的配对吼，拢失败啊。啊，不过有一个人康复你的配对是成功的哦。李天宝先生。啊？是我。你的各方面指数吼，拢甲副丁副林的比对吼是温海，你哦是上适合关心的人哦。天天，这是发生什么代志？你嘛有去做检验吗？是啦，我就是讲哦，陪你顺续做检验，想袂到我竟然比对成功。你检验哦，嘛是袂乐观啦。遇到了法律决定啊，唔是有人心依赖啦，是袂乐观的。所以这比对是袂了讲的啦。是在讲啥？什么五等亲？啊，天宝是要关啥呀？嘘，该死心了呐！哦，搁听看麦啊！哦，我顺续做检验，本底是为着要让湘琪欢喜，让伊感受到我的心意。想袂到，我竟然比对成功。我刚才我唔是五等亲，所以唔免管，害我惊一下。是讲阿姐，啊，既然我比对成功，这几率应该真小吼。啊，康公，我真正袂当管啊，真正袂用个啦。阿姆多谢你这个心嘛。爸爸，卡叔公，我若是甲天天结婚，奶奶天天就是咱厝内底的人啊，伊就应管有志和妈妈，对不？湘琪啊，结婚是你先大事的，你若为着你妈妈的代志，真真实实跟我们结婚。难怪这是款不负责的代志，交不代啊！安尼嘛袂用的，安尼嘛袂用的。公公要目睭金金看妈妈呢，拢无法度救啊嘛。咱再来看哦，什么机会啦？咱先对家己妈妈哦，来讲比对的结果，后摆代志哦，再搁讲啦。今嘛除了我。无人会当救湘琪妈妈，这是我做油价竞赛好机会。
讲，爱关一个桥子，还是大手术呢？陈宝啊，我你今嘛是咧变瞎吧？你要关啥？是咱那爱五等亲爷来的人才能关啊？哇，我拄则甲恁爸爸哦听规半波，敢那参详足严重的代志。你讲五分院长是发生什么代志哈？啊！恁两个人带走来遮啦。啊，来进行恁爸爸中风，即马爱来检查一下啦。检查？哦。爸，你是倒位阁无爽快哦？我规身躯拢咧无爽快啦，无你问这要创啥？我是你后生呢，问两句嘛袂用得啦。哦，哎呦，你即马吼，佮知影讲阮两个是你的老爸老母哦。啊，那你是安那？你将阮两个囥咧厝里，啊，拢无转去小舅问啊？我拢根本袂记你讲你是我的后生呢。我安尼好声好嘴问你，你想怎买这款台灯啊？我最近哦，敢是较无闲，无转去厝。我你讲甲袂输，我做不好同款。天宝啊，你还袂讲出来，你要关啥哈？这是我家己的代志啦，你无需要知影这样子啦。天宝，借问一下吼，潘先生，阮后生伊拄则是咧检验什么货哈？李先生哦，伊是来做肾脏移植配对啦，运气足好个呢，伊是唯一配对成功的人诶。有志，你要管啥？干哥，你要管刘湘琴妈妈？不怪哦，不怪杜家义公，你若结婚了后，你就当管啦。你把你气消是嘛？有志呢，来当我管就管。这个唔正经哦，一定是为了要孝顺做人副院长的囝仔啦，想要用一粒有志去换伊后半世人的外物贵。天宝啊！你是偷脚捡钱，讲甲戆去啊哟啦！为着钱，啊你甘愿将爸母给你的宝贵的身体拢唔顾啊？你真正了然呢？好啊啦，囡仔大汉啦，你莫爱答不死的遐大声啦，你偷偷讲啦。天宝，你听妈妈讲，咱人上个重要就是爱有健康的身体，无健康的身体哦，你就算讲金山银山，你嘛无命通好开。好，拜托你，你莫安尼哦，安尼为着一时的冲动来伤害着你的身体，安尼妈妈唔敢，阿妈妈哦，心肝疼死。好，你是讲煞袂啦，我到即摆哦，嘛还袂决定到底是要管无。恁两个先生讲我一大堆，真正有够烦的呢。搁再讲啦，我已经大汉啦，我的代志会当家己决定。你敢会他妈这样啰嗦，一直要管我？李天宝啊！阮管你，你连放杀阿娇、枉虐爸母的代志都做会出来，啊！阮若唔管你，你们就去台南放火。天宝啊，唔是妈妈爱啰嗦。之前你甲阿娇够相识的代志，恁少年人的感情哦，阮两个老的嘛无法度安尼苦劝，啊苦劝也袂叮当，但是这个唔是呢？你是要挂一粒油脂，还是大代志呢？你千万唔当去伤害你的身体，你知影无？你莫这尔冲动，你听妈的话好不？听妈的苦劝好唔？哈？恁干哪样苦劝我？卡达实地，看别人的面色赚钱，啊！不过我就是唔甘愿。我李天宝，想做定爱过一款下骹手人的生活，我即摆才不简单。会当做一个予人看会起的人，谁准你拢无爱支持我？啊！你这个唔正经啊！你是只狗尾村精哩！你规定以后我的代志哦，你都爱管啊！天宝，天宝，天宝，你变啊！你变成一款人啦！好气啦！即摆伊只心目中吼，敢有名利啦，无爸母啊啦！那要怎做动哦？也无才调做动啊！比对
拢失败啊！安尼我注定要西游记啊！阿姊，我先给你安排西游记，至少会使先减轻你即马无爽快的镜头。妈妈，你别安尼啦！不管发生什么代志，我拢一定会陪在你的身躯边。隔壁科的会员报告啦，确定你吃的保健食品里面有灵药剂、下药，还有麻黄素。假如这剂量控制的不好，你再回去在吃，对你的药剂负担会足大的。这根本有什么保健食品啊？那里面的成分哦，标示不明，而且剂量哦也超过标准。那为什么让你市场里卖啊？你真正就够恶质嘞！我一定要对这种恶心的保健食品的公司提出告诉。其实真侪药里底冒这几种成分啊，阿姊，你要吃这药之前，你嘛应该先评估家己的身体状况。你看，即马不过安尼啊，想要提高也无法度弥补啥物。只有，我感觉即马上重要的是应该先阿姊接受治疗啦。虽然是咱病院副院长夫人，伊都去让人骗去啊，我家己的心歹了了。那你一般看不遐幸福的面相。你才更加受害。我对这种哦被恶心怪保健食品的公司哦，绝对袂用手软的。秀贤啊，以前我拢想讲咱家弟啊，干那会搭来搭去。这摆我破病了，才知影原来你这么关心我。虽然讲咱也是有真侪代志无对头。也不过好歹，我是你唯一的阿姊，咱尤家家族的人嘛拢足少的，你应该嘛不忍心看我爱行去西游记这步啦吼。阿姊，你有啥物代志？你讲啊。我想要拜托你，敢会用的嘛去比对一下。阿姊，这款代志唔是我在做决定的，你嘛知影，阮爸对我管教真严格。做什么代志，拢还先经过伊同意。而且我甲雪晴搁还袂生囡仔，若是减一粒药剂，我惊对我人生有真大影响。阿姊，你就莫为难我啦。也毋过，我也无啥物亲人啊。我即马是拜托你去比对一下，啊，毋是叫你即马马上就挂药剂，啊，你连比对都唔愿意做，是毋是伤过无情啊？我就是惊做以后，万一若成功，我会更加难约啊！阿姊，是的啦，这代志我无得做主，我个代志我是无用。阿姊，你保重。看家己的堂姐，爱来去西游记，见死不救，这算是什么亲人？哼！是啊。你先别着急啦，我会想办法的。那就先西药剂，哦，阿姐来等哦。有军政者先买药剂。是要等偌久？三年还是五年？我敢会唔知影西药剂的痛苦？药剂若是塞落去，人生都是乌白。今麦甲命保掉了，上重要啊！袂达到咱来遮幸运啊，会当真紧哦。带着军政者适合药剂啊，妈妈。妈妈，这边咱就先听爸爸的，咱先度过这关再讲好不？妈妈无把家己照顾好，还阁让你来照顾我，妈妈就是你。哎呦，妈妈，你别安尼讲了，你安尼讲我就想要哭了，李白，阿姨，阿姐，我考虑清楚啊，既然
就我一个人，甲阿姨比对成功，只阿姨无气嫌，我愿意捐出我的药剂，让阿姨恢复健康。你在讲什么啊？你甲我比对成功？是啦，阿姐佮湘琪，你知影这个代志啊？天天，你敢真正愿意捐药剂给阮妈妈？当然啊，只不过我惊你妈会气恨我。哎呀，当然袂。天宝，是的啦。若是阿姨之前有讲什么话，让你感觉无爽快，阿姨甲你回信的，希望你看到的湘琪的面子，莫甲阿姨计较呢。阿姨，我讲是误会啥？我本在个当中哦，之前你真气恨我，让我出成绩配袂起恁湘琪，所以我真作惊，你会看袂起我这个出成绩的幼稚。阿姨。你妈那个阿幼的啦，我承受不起。是的啦，你当初喏，阿姨哦，她较无清楚，唔才做这么多哦，对不起你的代志啊。是的，阿姨阿伯哦，绝对袂怪安尼啊。袂要紧啦，阿姨，虽然讲我知影，你今麦是为着我的幼稚，才讲出这话，啊，不过。我甲湘琪是真心想要到底，我干那希望你以后会当接受我，莫赶我走啊！袂啦袂啦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啊对待你。我反对啦！清源啊，你是糊涂哦！天宝万一关一个幼稚给我，你是安怎要拒绝啊？天宝无伫哦，法律规定诶，捐助者范围内啦。安尼做是违法的，我袂当让这种糗事发生啊！爸爸，你都袂使为着妈妈破例一届吗？爸爸是对的，爸爸将来哦还阁做院长，我袂用去为难伊。那呢，我会当出国去动手术啦，只要有一点仔希望，我绝对袂放弃。天宝，你敢真正愿意？阿姨，我是真心爱湘琪，湘琪的妈妈就是我的妈妈。既然提供未选择我，我会当为我所爱的人尽这份心力，我当然嘛不得意。天天，我真正就多谢你，我真正无看唔到人。天宝，多谢你，我真正唔知道要安怎跟你说多谢。由秀云之前的认定我，到即马感谢我的模样，根本就是两个无同的人。我伫唔相信，我无得反省。清源啊，你莫烦恼啦，只要这件代志无其他的人知影。只要咱点点出国去动手术，那你都袂影响到你伫个病院的名声，嘛无违法的问题啊！爸爸，你都莫去考虑啊！即摆救妈妈性命才是上要紧的，敢毋是？天宝，多谢你救阮太太一条性命，用个关药剂哦，毋是花代志。你待考虑我清楚，阿姐，我考虑清楚啊，我会当随时配合阿爷状况，准备出国。天宝，真正就多谢你。我调查最近销售通路的反应，确实有几个吃着咱的药啊，出现身体不爽快的状况，但是是不严重啊。嗯，
安尼真好啊。也毋过，我是烦恼万一有人出代志，无说你父母遐知影，就新闻，到时阵咱会真歹收煞。所以，你想要讲啥？我是建议，咱是毋是会当用外国欠费做理由，先把销售通路关起来一阵仔，等风波过去，再来重新主持。你对我偌久啊？15年啊。这15年来，你敢有看过钱囥在门卡口，我骨该撒出去。是的，是我讲唔对话啊。我先去处理后一批厝的代志。等下。看你大汉的啦，啊！你心内烦恼啥，我拢知影。虽然讲即摆公司的负责人也是登记你的名，啊，不过你伫我心肝内是比任何代志拢搁较重要。所以你放心，我绝对无可能让你出代志，知无？多谢董事长，我一定处理好势，维护媒体找到产品的空房。我相信你的能力，你先去保险啊！药摕去做检验，已经知影咱药啊吼，标示不实，伊质量万分唔对啦。佮讲吼，要甲咱告死，万一吼，伊若去告吼，因就会发现，迄检验合格书吼，拢是假的啦。若是佮查落去，伊就知影吼，知影是我啦。袂用的，我要退告啦，我袂使有代志撇脚。啊，若无吼，我人生绩效会叫吊销去，我人生卖乌有去呢。伊呐，拜托的。你甲我吼退告，当作吼这件代志，我拢唔知影，我无你告吼，拜托个。你即马想要退告？那你当初分人的时阵，你先了摆退。刘秀贤啊，你唔通白客气的。咱即马是坐共一只船嘛，代志若是逼工啊，无人走会去。佮再讲，即马佫有一批货伫个仓库内底。等你的许可证，所以我绝对无可能让你退股的。我会使把我进前的钱拢退还你啊！你是生理人，一定知影这生理场吼，迄一挂眉眉角角，嘛知影安怎把这代志收掉。啊，不过我无共款，我是医生嘞。我若是去查出来，我这证书作假，我唔那是，我会直接去吊销去。阮爸吼，一定气到断绝别个关系啦。啊，够血情啦！伊一心哦，想要做院长夫人。我看吼，嘛是无望啊啦！袂用的，你即摆吼，把我命划掉，较紧的啦！刘秀贤啊，当初你甲我合作，就是因为我当替你赚钱啊。啊，不过你敢有想过，是安怎我会找你合作？嗯？姚副议长，你敢真正认为我是为天顶落来才是啊？你轻轻猜猜签一个名，我几张啊许可证，我就甲几百万拢汇去你的口座，你敢会想过天真啊？那呢？你想要安怎？你啊，当当一个副议长，你的意见有灵没？趁钱代志。交好我，即马消费者食了出代志，当然是由你这医生发挥你的专业去拍火啊。啊，不过这不是一般的发烧感冒呢，
这是爱西游记大代志，我哪有跟暗管过啊？林知府摕到迄检验报告啊，只不过是一张纸。林爸是议长咧，当当这议长，我相信应该有法度把这代志压落来。你即摆是要叫阮爸替你背书哦？后生欠债，老爸做不行，这是天公地道的代志啊。安怎？有问题啊？无可能啊！阮爸吼，这世人上看重的就是伊名声啦，伊绝对吼，无可能替这乌心怪心胸吼背书啦。哼，好啊。那是安尼啊，咱就要看卖，看恁爸爸要做我的保证人，还是讲伊要目睭金金看伊宝贝后生啊？名写名著拢写了了，你去吃面前饭。哎，你，你唔通平常时我对你伤过客气，你就当作我过见兴是假数的。你摕我的钱是要先跳船，我就让你看卖。海底风景是西做什么款？我的布局哪有可能这么简单，就让一个小卒来破坏？叫啥名？哎，这识别证爱挂来哦。叫啥名？来，这边的。哇，这风景够水的啦！哇，哇，这空气嘛足好诶。哎呀，哎呀，你看你个头前遐，哎呀，那遐侪物件，遐啥？啊，遐有抽奖区，我要来抽奖。啊，妈，你莫着急啦吼。啊，这精彩活动才拄要开始呢。时间也够足济，哦，啊，你着哦，做你算，做你食，看你要食啥，算啥拢不要紧，今仔保证我哦，算个足欢喜啊 ！Yes， yes， yes， 好，到达了，谢谢哦。阿姨，请问老师啊，阿弟呢？今日啥时候来呀？我专刚来家给你迎接啊。这是家属识别证，我替你挂起来。等下哦，我会带大家做伙耍小游戏。啊，我若是画一、两、三，你就赶紧举手。我会传一个精美小礼物给你。吼，赶紧举手哦！没问题啦，赶紧头一个举手。啊，是讲巴肚小块的腰啦，我恐怕会无开啦。妈，啊，你拄则不是才食过物件呢？哎呦，骨腰啊没。既然阿姨拢来啊，我哪会当让你枵着？来啦，我先带你去啊，吃物件。好啊，好啊。行行行。真正袂歹呢。我叫是讲哦，阿当初都对王刚作严的，想袂到伊对王刚哦，嘛是袂歹的哦，拜本届的园游会。我就甲你讲过啊，阮爸是一个上班分明的人。虽然呢，有时阵最严格嘞，啊，不过应该爱互员工福利，莫袂当真。嗯。虽然当上长讲伊会保护我，啊，不过若是有人吃干贝啊出代志，我看命负责任是绝对无多想他责任。人命关天的代志，我应该安怎做较好？哎，哎，是特助啊 ，Prison。妈，阿姐姐等我一下，唔通我袂走，我去跟人拍一下招呼，好。哦。Rita， Rita， 请问，你是想啥？咱咧由头到尾，连我甲你叫拢无听到，想发生什么代志？无啦，我是咧想等一个办活动的代志。哎，头拄啊，这活动哦办到真好嘞，你辛苦。袂啦，这无啥。啊对啊，请问，蛋姐当时你有要九台支持的讲稿，我已经写好啊，你要看一下无？啊，好啊。啊，
芳甲晴雯老师唔是讲要带我去食物件，安奈徛踮咧遐，甲迄个人一直讲一直讲，哎哎，巴肚安尼就枵诶。伊是啥物气味啊？哪会遐尼香？当叔叔你好，请客哦。没，应该。我够胖的，这天就好吃，就胖的，你得咬牙啊！阿姐，我们调够一点，另外弄吧。哎呦，规身躯都酸起啊啦！哎呀，开始。你是你是我们公司员工的家属，你别去啊！我那就是战争吼，就是你开始的，你是歹人，你歹人，你歹人，你歹啊！哎呀！杀你的小秀，慢走！你慢走！你爸，小丽，你的总共不像问题，进门看麦，你现在干啥？快啦，赶紧给伊抓起来，赶快让伊走！静静，赶紧给伊抓住！静，慢走！我在急啊！杀你的小秀！你心情好不好？我在急啊！杀你的小秀！赶紧赶紧抓住，不要让伊走去，在那边走去。请问，我问你啊，麦克，我厉害啦，赶紧把他抓起来，赶紧，不要让伊走去。你想做，没代志。我是什么代志啊？啊，你拄则不是搁足欢喜，奈形容这么激动？派人，我搞到派人啊！派人伫哪？啊？派人伫，派人伫。老赵给啊，阿爸，哎，老赵给啊！啊，不要紧，没赵给的，赵给的，你放心吧，我的啊，吼，免惊。陈佩芬竟然是阿邦的妈妈，晴雯甲伊嘛是识，哪有这么多好代志呢？这么侪年来，我哩想要甲过去遐未记起的代志放袂记，今仔日竟然熊熊出现在我面头前。万一陈佩芬把我那当年杀人的事情说出去，那呢？阿爸，我就怕，我要来等，我要等。好，我现在随上你等，好。我陪你做伙等伊啦。不是啦，你嘛是爱老邓家，跟你爸斗三工啊。我爸有日子的吼，紧送阿姨等去啦。哦，妈，紧行，好，别惊，哦，无代志啊，哈，我伫个。看起来陈佩芬的状况也不是很稳定，不然事情还有转机。平常看起来就歹看嘞，是不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也不是哦，林哥哥去。林哥哥，伊今仔日竟然带佳佳去上葬舞女会，强迫我这主席都要退休，爱甲为弟女和佳佳，连甲我参详者，甲我拍一下就好拢，当大家面。陈某讲我要退休啊，要让佳佳来接任，那不是顾到咱高家面子？伊安尼大主大义，
我真正就想要甲扒落，甲骂甲臭头。妈，过下你退休，嘛是为你好啊。为我好，连个我参详都无，都强迫我退休，搁再为我好啊。你根本就是挑工的啦，林哥哥，一做董事长了后，就先把公司的老员工抬头。我原本是抓准讲，伊只是想要对付遐老员工，我真正想袂到，连我这个妈妈伊也要对付，也要逼我落台，真正是足可恶。妈。你妈安尼想啦，我想过安尼做，是希望讲你会当好好享受退休的生活。享受，我想都唔敢想啦。哎，林哥哥，伊即马做董事长了后，态度甲过去完全拢无共款。进前你要做代志，还阁会尊重我甲恁爸爸。事事行行，搁会请教阮，甲阮关心，即嘛无同啊！一得到伊想要爱物件，就随便面，拢袂认得人。妈，我感觉哥真正毋是即款人啦。那毋是，伊就是即种无情无义的人啦。我真正想袂到伊安尼对待我，我辛辛苦苦甲栽。在恁爸面头前替伊讲偌济好话，我想尽办法要让伊跟恁爸爸的爸家情会当搁较好、搁较亲嘞。我用偌济心嘞，伊今仔只我都要做董事长嘞，想要到伊上任，就随便面，连乡长妇女会主席都唔好做。我甲你饲大汉的囝，竟然安尼反背我，真正让我足揣心。少伟，妈真正，妈真正感觉足委屈、足艰苦。妈，你嘛知影进前啊，厝内发生真侪代志。啊！你先是为着孟娜的代志在操烦，啊，刷来搁爱为着姐啊母出的代志四界走动，后来爸搁出代志，啊，这一件一件的代志哦，都在折磨你的精神。哥嘛是因为看到爸变甲安尼，所以伊希望你莫变甲像伊同款，拢伫咧顾工课，无咧顾家己的身体，才会用这种不得已的方式哦，逼你休困啦。少伟，林哥哥进前一直对付你，你不是足生气，甚至甲林哥哥贴破面。妈问你，你即马敢真正也拢袂生气啊？妈，我甲哥拢是你的亲生后生，我甲哥是有上亲近的血缘关系呢。就算过正经，确实有做一挂无好的代志啦。啊，不过伊是我的亲哥哥，我哪有可能真正甲伊计较？啊，不过恁哥哥，即边你转来，甲你派来这个总务部无前途的职位，你敢真正拢袂生气？你安尼一直咧替伊讲话，甲我苦劝。你心肝内，敢真正拢袂怨恨你？妈，总务部吼，伫大家眼内可能毋是啥物了不起的工课，啊，不过伊嘛是饭店的一部分，啊，就亲像一粒小小的螺丝，若是一个所在吼，无甲锁好势，都真有可能会出代志。我相信哦，我一定会当替咱饭店做出一挂贡献的。搁再讲。哥即嘛是董事长，我正经甲伊温婉，伊无气嫌我，接受我，还佫替我安排工课，
我想啊，这嘛是看在我是个亲小弟的份上啊，敢不是？不过少伟，恁哥哥上无嘛应该，互你当去餐饮部去做工课啊！啊，安排你一只，根本就是互你浪费时间嘛！啊，讲到这个尊心，安尼做真正是伤过超过啊！既然你这个做小弟的人，拢愿意放下恩怨，甲伊和解啊！伊竟然安尼对待你，可见伊心肝内怨恨根本就拢无放下。妈，咱拢是一家伙啊！迄过去的恩恩怨怨哦，都莫再去想啊，愈想哦，家愈艰苦尔尔。你即马，就好好啊去享受你的退休的生活。啊，以后这辛苦的工作哦，都交阮家少年人去处理就好啊。啊，你看要出国去旅行，还是伫国内四界行行，拢会用的啊。你着莫阁烦恼工作的代志啊，放我轻松。少伟唔知俊兴的心事，唔知伊的秘密甲私心，所以才会这么简单就原谅伊，无要甲伊计较。少伟真正是伤过吃亏，嘛伤过善良啊！今仔会发生这款状况，完全拢是我一手造成。妈，那是你搁无欢喜，那无我搁过真过尴尬，无你出去行行看看吼。免啦。妈只是感觉足伤心的，恁兄弟也拢同款啊，有代志都来找妈妈解决，哈若无代志，都嫌我无路用，嫌妈颠脚半手，干妈等你边仔拢不爱插我。妈，可真正无迄意思，伊所做一切哦，拢是好意啊。但无安尼啦，你以后若是搁有啥物心事无底套，你拢会当来找我，我真愿意听你讲哦。少伟是真正受亏啊，心甘情愿接受我的安排，伫遐等时间过日子。伊愿意安尼是上好，我家己是加付一份薪水，饲一个米糖。不过，总感觉少伟敢若无可能这么安分，我也是爱加注意一段时间，安尼较妥当。这个囡仔无救啊啦，扣工啊啦！之前天宝叫咱莫管伊，咱就想讲好啊，莫管伊啊，予伊去外口，阿妈莫钱予伊，看有外高，予伊到外口待一阵嘛。伊若食着苦，伊就倒来啉唔着。想袂到伊愈来愈唔是款，
会付出这么大的代志。我伫遐困醒，到底是做啥物侥幸失德的代志啊？哪会生这款囝？我真是愈想愈气。好咧，假使咱今仔日伫个朋友去当着，知影讲，伊关腰子是要来换伊的前程。啊，那无，那有可能这件代志到煞，唔知影偌久，咱才会知影。坤生啊，天宝啊，哪会糊涂到这款地步，去共答应这款代志啦？拜托的啦，坤生啊！妈哟，田宝啊，你外口被乱舞，一定要想办法，赶紧来找糖啊，好不？好不？敢有可能？伊即马根本就无听咱爸母的话嘛？会啦，伊一定会听咱的话。只要你莫甲伊拍，莫甲伊骂，田宝啊，一定会听话啦，好不？哈？坤生啊！好啦。我咱即马就来找伊啦。天宝啊，我当来摕物件啦，等者马上离开。无你这是什么口气啊？哈，你不是讲无爱这个家啊？啊，搁当来要创啥？你放心，我是当来摕护照，摕了我就离开，别留来等你啦。哎，好家，你要出国哦？台湾不是五丁青以来是无法度人合法关游子的，咁可你是要出国关游子，我想请妈妈当手术的无？那是我的代志，你冇权管我。天宝，天宝，你哪样安尼做？你敢知你自细汉到今吗？爸甲妈是甲你惜命命，惊你挂着，惊你夭折，惊你受伤，惊你破病，你的身体才当这尼啊健康。你今嘛奈当，因为一个无什么关系的人，你要加油治好伊。天宝啊，你敢知你安尼做，袂输敢那举一支刀对妈妈的心肝咧插落去感觉？你敢不知啊，我有偌痛？你是我，甲你饲大汉的囝咧。你奈当这尔无爱惜你家己的身体，你竟然答应把人安尼伤害你的身体，天宝啊，你安尼做敢对啊？好啦，妈，我已经考虑清楚啊，你莫坑我啦，天宝。但是妈妈求你，拜托你好不好？你莫因为一时的冲动来做这件代志。你为着荣华富贵，要来挂油纸给人，安尼够简单啊？啊？有简单无简单？我家己向苹果。好啦妈，你莫再讲啊啦！我物件提提吼，要赶紧来走啦。你敢不？我老子啊！你安尼规头壳敢若宽细甲命你，我真正是教育失败，规气哦，我甲你拍跑死哦！干嘛呢？我是来你死的！你爸，我甲你拍，你做狗屁！无啊，你莫甲冤家，甲要怎互我讲啦？莫安尼好无啦？这个业主，今仔无好甲你加薪哦，我若不是你，你别搞！爸，你怎个也袂啦？你刚才要讲话，爱欺负我？
啊，不过敢有想过，我现在安尼，就是因为咱无钱无势，破病时阵无病床，啊，倒伫急诊等过六天，就因为咱无法度靠关系，就因为咱散食，安尼生活，感觉无够悲哀哦。我知影恁即马，还阁无法度接受这件代志，认为是我做唔对，想要一步登天。啊，毋过够想过，就是因为咱兜无权无势。之前你欠人一个时阵，迄阿弟叫人掠走，咱敢去共跪共求？后来阿姊去予人救出来，结果咱煞欠人人情。啊，毋着好佳哉，阿姊后来佮从你佮做伙，这条人情才有法度安尼煞煞去。可怜的阿姊，为着咱。买厝拿贷款，然后甲结婚去，想要去日本赚钱，所以才会搁才有机会做出反袂伊的代志，害伊伤心，害伊离婚。美国吼，干来甲去日本发展，其实伊是去日本疗伤。天宝，我袂讲煞，假使当初是。咱兜有情有势，爸爸伫外口了的代志，咪当顺利解决。阿姊特别拄着这款代志，慢慢为着要还债，这里拍命咧赚钱，更加袂去有迄个高小倩逼甲离婚。这一切，拢是因为咱散食，拢是因为咱无钱无势，才去有人看袂起。是你爱我，照你的意思，卡踏实的过生活。等你以后咱，就只有散食的日子。不可能，天宝，你未来是医生，只要你努力赚钱，一定会赚比一般人大部分的人更加多，你知影无？妈，你想了想的简单啊！就算讲是医生，妈因为背景还有人命，有技术的差别，参像我这款啊，一毕业，连行政学贷款散食医生，假使想要让你过好日子哦，恐惊该等真久的，我无想要安尼过日子。我嘛无希望你安尼过日子，想做我即摆这么简单，会当艰苦到三十年，只要付出一点牛劲，我就会当改变我的人生个前途。安尼想啥物也拢不起啊，这是我家己心甘情愿的，我就是要让有家的人。看我脸前，天宝啊，你讲得唔对，是爸爸对不起你，是爸爸拖累你。啊，假使讲你感觉，若是用这种方式，会换来搁较好的生活，啊，你爸爸会尊重你的决定，我成全你的想法。
你是在起小心，你竟然真心天波，伊怪娘子和一个无什么关系的人，这是因为伊为着要孝顺因，会当予伊未来荣华富贵。我反对，天波，妈绝对反对。妈，我要管的对象是湘贤妈妈，不是什么跟我无关系的。我若是以后跟湘贤结婚，伊就是我的丈母。我若是把这个关系约掉，以后我就是有家的一份子，将来嘛真有可能会变成由综合医院院长。天宝啊，既然你决定要用你一粒药剂去博你的未来，啊，那你爸爸希望你十年了后、二十年、三十年了后，永远拢卖后悔。我绝对。没会，遐关心，伊是咧气小心，你既然答应恁囝去做一件代志，啊？伊决定要安尼做啊，咱敢有选择的余地？啊，伊已经下定决心啊！就算讲咱把伊关在咧厝内，伊逃选嘛要逃选出去啊！话阁讲得转来，已经答应有家的人要安尼做啊咧，有家的人若来，啊，天宝讲伊愿意安尼做，咱敢有法度人去甲挡？想好啊，搁有我找着特助野狼。哦，瑞泽啊，我叫伊出去办代志啊，也免得回来啊，可能就好。啊，好。哎，等等。啊，你今晚刚有时间，请坐，不要卡杠子。啊，是。干嘛要惊西洋棋？这样，大爷，拍死啊！我袂晓惊西洋棋，我著改晓惊象棋。哦，哈哈，冇紧，冇紧。啊，对啦，迄天家庭日的活动哦，我无看你呢，啊，你奈无来？有啊，迄天我有去啊，而且我刚带我妈做一起的，啊，不过伊就临时有一挂状况，所以我就随甲带走啊。恁妈临时有状况，啊，伊是安怎是无？啊，伊就精神哦有淡薄无正常啦，啊，有当时我拄到一挂刺激的代志，也是看到一挂。有诶无诶，都向我伊夹起来，所以即卖人拢住咧疗养院啊。哦，是安尼哦。你安尼讲，我才想起来，我之前敢来唔捌问过你诶家庭背景哈。恁家除了你甲你妈妈，还有啥？无啊，就甲我甲我妈俩。哦，啊恁爸呢？啊。我爸就伫我十岁时阵就去用台死啊，所以我妈唔知因为这件代志受到打击，精神失常。啊，想袂到你的身世这么坎坷啊！哈，无怪啊，无怪你这么少年啊，个性就真在，嘛真负责啦，哈。
袂参像一寡少年人啊，卡袂着，你要甲人相拍相抬啦啊！我就是欣赏你这点，你若是愿意啊，对我好哈做，我一定会栽培你。当首领，多谢你，多谢你，我一定认真拍表，绝对袂会失望的啊！对啦，我伫理解吼，毛是在一寡人啦。你若是有需要吼，我会当介绍一寡身心科的著名医生给你妈妈，还是讲要换一间较大间、较舒适的疗养机构，安尼嘛会用的。没，当首领，多谢你好意啊！我嘛住伫疗养院大惯习啊。我昨天也是甲刷来刷去，又连带回收了去。其实医生嘛有讲啊，讲伊这是心病，啊心病就爱哦心药医。我咧甲想啊，等我找到台新阮爸凶手，啊，让伊接受法律的制裁了后，无得甲阮妈都恢复正常啊。啊，不过代志已经这么久啊，要找到台林爸凶手，恐怕还无这么简单哦。为着阮爸妈，不管怎，我一定要甲这个凶手抓着。你有这种决心，真好。你嘛知影，我乌白两道吼拢认的。你若需要，做你开嘴，这件代志我来处理。当然，多谢多谢多谢，免客气啦哈。你等一下过来直播对无？安尼我就卖耽误你的时间，去去把迄产品的说明吼看好清楚，好好介绍，好好主持。为公司哦创造上好业绩。我知道我知道，来等下我先去买药啊。好好好。凭你一个物件囝，食无三杯硬菜，就想要上西天，要抓我的空棒还阁真早嘞，一半期。我真无简单才行到这，绝对无可能就安尼输去。养兵千日，用在一时，看起来应该还派伊出马了。你是安怎？黑眼圈那么深，你是张伯困好，还是病院有啥物代志？无啦，啊，拄昨临时接到一个较歹处理的 case， 啊，困进前我想规暝，想无要怎解决问题，啊，所以毋才困无好。啊，有困难的 case， 你毋是拢交予师傅，你著只安尼做就好啊。你等下哦，出门的时阵热敷一下，否则这黑眼圈出门就歹看。爸，好的，好的，来，姐姐。哇，好，啊，你昨昏去可能姐姐，伊是阿多安伊啊？啊，这伊都食减肥药，食伤济，啊，都造成急性肾衰竭啦。啊，遐严重哦。小英嘛真害呢，家己是医界的人士，啊，竟然食减肥药食到过量，真正是一点仔地角都无。哈，伊迄个个性，唔着做俩讲啊。是啊，即马很规家伙啊，在讨论换药剂的代志。这么严重，要换药剂，是啥物减肥药啊？这恐怖啊！我想这药啊，一定就无合法了，唔只会遐尼严重。起码这白药啊，生理人哦，真正是太无天良诶！为着要赚两仙钱啊，啊，甲这种无合法的药啊卖予民众，真正是妖兽都恶极了。是啊，这卖假药啊的人哦，袂当予伊逍遥法外，赚这种乌心钱，一定要叫警察甲伊抓起来，啊，法官哦，拍甲严重诶。卡边有其他的小孩子。
小贤，你是睏无好哟？你是外科医生呢？啊，自我管理的能力遐尼啊歹，像即摆呢，我去人去，遐也伫咧手术的时阵，耶，我看这医疗纠纷早就发生啊。爸，是的，我该较注意。小贤的状况感觉怪怪，应该是有代志问娃娃。我先替伊解围，有时间再阁问伊好啊。爸，我有一项代志要向你报告。什么代志？这养生医疗中心今麦的进度设计都已经出来啊。啊，不过伫预算评估的时阵，发现阁需要增资1.5亿，这内底所有的设施才有法度完成。咱有三大股东。第一是咱油价，啊，搁有高价，啊，搁有震动。震动的部分我已经问过啊，伊的财力有限，所以无法度增资被放弃。爸，你认为要安怎做较好？这个机会袂歹，对咱真有利，而且咱的股权卖增加。上重要就是，要安怎把这1.5亿的股份吃落来消化掉。咱到目前都干那上济会当提出50,000,000出来尔，我剩了这一亿，那就秀英啊，甲含伊交情袂歹的人提出来，把这一亿的股份吃去，安尼就对咱真不利啊。是啊，当初堂姐是反对去养生医疗中心，啊，不过即马有机会当予伊参股。伊一定会想办法去赚这条钱，变做咱养生医疗中心上大的股东。这钱若是予伊找着啊，伊就有机会当参加咱后一届选议长的机会，安尼对咱真不利的。是啊，所以绝对袂当予伊做养生医疗中心的大股东。咱必须要阁找一个会当提出1亿的金主，啊，这金主。一定要是咱家己人，因为未来一定要支持秀芬做院长。爸，我有问过咱病院其他的同事，因对这边的增资案拢无意见，完全要交予咱来主导。我已经想过啊，咱会当去找富贵集团问看卖，高董事长这个人有能力，佮有企图心，上重要的是伊有财力。这钱对伊来讲，应该不是问题。那找高档的，我就放心嘛。因为因富贵集团的本业，不是病院啊。股份拿回家去，伊只是一个无野心的董事。伊只是希望讲，这个投资会当替伊赚钱，而且。伊袂和咱竞争院长这个位，小金，你这个建议袂歹。爸，多谢你的学路，那是因为国长署长哦，甲咱有交情。啊，起码咱坐伫个同一条船，嘛较好讲话。以后院长这张票一定是投予咱的。起码上重要的是这件代志，绝对袂当予堂姐知影。那无一定会出问题。嗯，安尼就莫互知影就好啊。伊即马破病断医，上需要休困甲静养。啊，搁再讲啊，即款大代志嘛无适合一个病人来咧处理操烦呢，对无？爸，你讲啊真有道理。小贤，这增资案绝对袂当讲出去，尤其是堂姐，你绝对袂当泄露互伊知影。啊，我知啊。小金，我感觉你表现了袂歹，你嘛知病院工作了济，啊养生医疗中心这个案哦，我嘛无法度看头看尾，无安尼，就交代予你专管处理。啊，但是你爱记哦，随时甲我报告进度。嗯。爸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尽全力做较好诶。
我病院还有代志要用，我先来去。小姐，爸，孙杰，爸，孙杰。老公，自拄才甲姐妈你几个人啊共生共生，到底是安怎？是毋是发生什么代志？你当甲我讲啊，无得卡，我当甲你斗相共啊。无啦，无什么代志。就在你去看堂姐的时阵，因为伊毋是要换药剂，啊，既然嘛叫我去做比对，啊，希望吼我会使灌一个药剂给伊啦。灌药剂给伊，这哪有可能啊？对啊，我当然嘛不答应，我随走出来啊。啊，不过就烦恼伊继续甲我搞搞定啊。老公，你若是歹势拒绝，你把所有代志都撒伫我的身上。哪有这种人，莫名其妙嘛，中上一个亲戚嘛，不可能答应这种代志啊！雪清暂时去我瞒过去，啊，不过减肥药这件代志，若无较紧处理的，我一定去了了。我到底是要怎较好啊？雪清，你来啊，跟你来。你坐坐，我倒咖啡给你喝。好啊。这是我叫朋友哦，特别去排队买的蛋糕。哇，多谢你呢。来，你咖啡。谢谢。雪清，你都唔知影，我最近哦，真正足无闲的呢。因为哦，忽然间我给一个双重妇女会主席的身份，我大家拢就惊，啊，搁有啥物新闻要我做，真正足恐怖的。佳佳，安尼真好啊，安尼大家哦，拢嘛欣赏你，我嘛认为你是一个有能力的女强人。来啦，你坐，我甲你讲啦。别人哦，会当无了解我，你哪有可能无了解我？啊，我刘佳佳，什么代志都袂晓做啊！我上讨厌的哦，就是参加迄无聊的交际应酬。啊，因为我惊我讲唔对话，搁得罪人。啊，甲你吼，饮下午茶，逛街，开讲讲心事，才是我上介意做的代志。刘佳佳，你就是一个草包美人，头壳无好。搁听无人讲的话，最让人生气的是哦，伊根本就唔免打拼，就会当得到我想要爱的一切。哼，若不是你好命，嫁予高俊生这么好的红色，你哪有可能这么轻松就得到这一切？大家，我认为哦，你要好好把握这个机会，替你的红色做公关。啊，你今麦唔是有参加什么妇女会？你加实在一挂人。我的卡对你安塞的事业有帮助。雪清，你真正是关心我的好朋友呢。较早遐实在的人哦，若是听我安尼讲，伊拢会叫我放弃，甲因出去佚佗就好啊。只有你甲我讲遮尔一个鼓励的话，好，我会乖乖听你的，去参加交际应酬增加人脉。啊，对了，雪清。我有准备礼物要送你哦。啊，是哦，对啊。我跟你讲哦，这是我跟妇女会遐的贵妇去吃饭，因送我。你看看，就是这啦。因讲哦，这一级棒快先订，即马足夯的哦，伫网络顶面哦，卖到拢要无货啊。因讲哦，这食了会当快速减肥。哎。无啦无啦，啊，其实哦，这食了哦，上重要的是你的气色会当变到足好诶，变足水诶，一定要增加你女人的魅力。哦，好啦，你这个一级棒快先订，我等起一点好花食，谢谢哦。你是我的好姊妹啊，我们好刚刚到小波啊，因为要美就要大家一起美，对吧？嗯。尤夫人，你来啊？对啊，我有代志想讲要甲你参详一下。哦，什么代志？你请讲。
是安尼啦。阮大官哦，把这个代志完全交予我处理。增资的部分是1亿5000万，啊，阮油价哦，会当出的钱是5000万，啊，剩的一亿，唔知影高董事长是毋是有意愿出资？这个增资我出1亿，我就是养生医疗中心上大的股东，这对我来讲是一个真好的机会。由于张姨的提案啊，我真有兴趣，我嘛真想要提一亿出来增资。啊，不过这个增资案不是要先通过董事会同意，那是其他的股东想要提钱出来，把这股份弄分散，我投资这一亿，你就袂好。高董事长，这你唔免烦恼，阮拢会处理好势。这5000万哦，确定是阮大官要出的。啊，剩的这一亿，阮是完全留予高董事长，任何人都无法度出手的。看起来，院长是把我当作伊那边的人，爱我出这一亿，做上大的股东，通好让我伫咧未来院长投票的时阵徛伊那边，真正是把我拍算的老干部。尤夫人，这个投资案，院长特别留这一亿的股份给我，我当然爱接受伊的好意，我一定爱好好把握这个机会。我答应，这一亿我接落来。高董事长，我也知道你是巧巧人，绝对无可能放弃这么好的机会。增资不是问题啦，最重要的是啊，养生医疗中心伊未来发展还够赚钱的能力。你讲的是，高董事长真正恭喜你哦。来年以后，你就是养生医疗中心上大的股东啊！佳佳，阿姨拄则不是讲哦，你有两个身份啊，根本就无用的。你真有可能哦，爱有第三个身份，到时阵哦，都开会都开不完了。啊，其实恁拄则讲的哦，我唔是全部听有啦。啊，不过我有听出重点，就是阮。可能是养生医疗中心上大的股东，对吧？不对，就是养生中心上大的股东。到时阵吼，看是不是会当替你争取一个职务。啊，唔免唔免唔免，我唔免啊！我即摆有两个身份，就这尼啊无用啊！我无需要第三个身份呐。姐姐，你真正有足好命的呢。好啦，无论是无用，我先回去吼，甲阮大哥讲这个好消息。我先来走啊！哦，雪清啊，大概拢安尼，拢甲你无讲几句啊话哦，你就要走啊？哎呦，真正有代志要无闲啊，连工啦，再给你下午茶，跟我逛街，好不好？你爱记的哦，等你打电话给我。好啦，郭董事长，我先来走啊，拜拜。老公，我知影，这就是你要摕富贵集团的钱去投资对不？啊，好佳哉啦！即马是你家己做当事长，你随时哦拢会当调动资金。若是爸做当事长，你要用这的钱哦，就无遮尔啊简单啦。佳佳，我想要拜托你一个代志，啊，不过我唔知要安怎甲你开嘴。什么代志？你讲啊。我是咧想啦，可是讲我那甲咱的股东讲，我要摕富贵集团一亿去投资我的太太，本身就是当时的邮综合病院啊。你嘛知影，因即马对我真反感，哪有可能会投票支持我做这个代志？哈？啊，这一亿你无法度为富贵集团摕，那呢是安怎你拄则爱答应雪晴爱投资啊？老公，我知影啦，你是要拜托我去甲雪晴解决几样代志对哇？不是啦，不是啦。佳佳，我不是要爱你去甲解决，你想看卖咧？咱若是会当做这养生医疗中心上大的股东，这个机会是足难得的，但是千万唔通错过这个机会咧。
啊，不过咱也无一个啊，要安怎投资？你打算要安怎做啊？咱无一个资金，也毋过你也有投资有啊。敢会通拜托你，等于甲恁爸调一下资金，家己周转一下。你放心，等恁的饭店啊，这局势稳定下来了，我一定会甲自己行医，绝对袂甲拖啦。老公，我看卖啦。之前我回去偷偷地，都有村人讲我是查某囝贼，啊，佫讲我吼，挖后头厝的钱来补贴红山迄边。今嘛佫要回去借钱，啊，就算讲是周转的资金，啊，不过恐惊佫会还佫较足歹听的，而且这数目遮尼大呢。老公，刷刷去啊，咱就莫投资啊，我再去甲雪晴回室内就好啊。我才拄才是董事长这个位，有真侪人拢在咧搞看衰。爸伊变成植物人，倒在咧便宜，大家拢在咧等看我的笑话，希望我会失败，好富去饭店变成是其他的股东诶。那卡叔，你是养生医疗中心的大股东，我相信，大家若看到你有这么强的背景，因就会改变对我的观感，认同我的能力。姐姐，我知影我安尼甲你拜托，会乎你真为难。不过为着恁的将来，你敢袂当小牺牲一下，等于甲恁兜小调一下资金周转一下。阿哥，我相信你嘛不是没看到富贵集团摆伫我手里，阮厝的家业拢送予别人对无？还有。爸，伊若是醒过来，看到伊辛苦打拼的事业，伫咧别人的手头，你到时阵，我就是更加上台找人啊，姐姐。好啦，我转去后头厝，讲爸参详看卖。真正是王姐姐，恁厝的钱就是我的钱啊，我哪有可能行转去啦？佳佳，你真正是我的贵人，是你肯嫁给我，我才有这个好气，会当发展这么多事业。多谢你，你对我的牺牲，你对我的好，我永远都会记。希望讲用李天宝的腰子，更加无希望讲伊认为讲伊是我的救命恩人。我唔只会拜托你，看是毋是有其他的管道。好，多谢你哈。唔管我做过较济，相信妈妈自头到尾就是看我无。我袂当这么简单，得甲伊即管好伊，我会好甲伊一寡保障。君燕，你来啊！阿姐，我是来看阿姨，顺便把护照摕过来。哦，安尼哪里边？今晚，讲有啥物好消息？我哩上届亲的亲戚哦，我卡买电话啊，安拢住哩国外，有是讲无时间回来，啊有是讲哦身体无好，我无适合管儿子啊。遮个人拢共款。这嘛袂用怪因啦，来台北欢乐讲哦，手术是风险的，啊是讲有其他后遗症，毕竟健康是一世人的代志，真有通像亲人哦，第一时间就答应啊。有啊，天天啊，爸爸妈妈，伊即嘛是咱唯一的希望啊。湘琪，我不是讲过，台北关系和你妈妈，这是违法的代志啊。清源。你奈敢会记得你做医生的身份？你拢袂记得你嘛是我的翁婿呢？我已经顾虑到你的生存，无想要让你为难，打算要点点出国去动手术。也不过你也是一点仔拢唔肯让步。是啊，你给我淡薄时间啦，我只好跟你国外亲戚联络，我想办法说服伊。时间唔是我会当给你的，你家己做医生，你嘛知影。
生死无常，甘讲一定要等我拢无伫个啊！你才来后悔啊！妈妈，你莫后边讲话啦，妹。爸爸，我拜托你，你答应好无？甘讲你做医生就干那救别人，家己厝内底人拢无救，你算啥物好医生啊？想起啊，阿姐，可是无论你安怎做，都有够了。安尼，得跟他存一个办法啦。什么办法？阿姐，阿姨，请你让我出国见见，再想起结婚。